你们也可以就直接一点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这样就好。你们想问什么？你们想问什么？你刚刚说纯传嘛，那婚姻的部分也。哎呦，直接这样子。What's up, man？ 明朝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unny 王阳明，最新的 Verve 代言人。首先一定要帅，然后舒服，排汗，材质非常非常重要。运动。说实话是没有。我这几年比较常做的运动就是网球，还有健身、篮球，有一点核心跟瑜伽 mix 在一起的。我一个礼拜应该会运动个5天到7天。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性感？洗完澡的时候。女生什么时候最性感？健身吧，我觉得健身是一个很性感的一个东西。这个好难哦，因为小时候 Marvel、DC 都很喜欢。Maybe 金刚狼？没有什么原因，我就觉得他很 man， 然后觉得他就是很 rough， 你知道，就是 what a man should be。我对待每一件事情都很有韧性，但我觉得最近，说不定是一个新作品《沉睡的水下巨人》，大家期待一下，是拍很多台湾的沉船，然后难度很高，所以 ，yeah， it's difficult， but 一定要有韧性。你们也可以就直接一点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这样就好。你们想问什么？你们想问什么？哎呦，直接这样子！哇，你这种你这样子问，好，我就这样子哈，我只是想说一次啦，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但是这件事情是我跟 Dizzy， 说实话是我们私底下私人的事情，然后关于家人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家人的事情，所以。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，因为我跟 Dizzy 都觉得我们的女儿 Katia 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希望女儿可以开心。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宣布，我跟 Dizzy 一定会宣布，可是目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要宣布的，所以只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空间，不要让我们觉得好像你知道没有空间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很不好，那其他的话真的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啦，我还是要讲一个很 PR 的一个话，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现在是你运动的时候，哦，就把婚戒拿下。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，我觉得我这个愿意回答，是因为我的左手，你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这边已经断掉过太多次了，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的话，你们看，这不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这里面就是很夸张，所以那个我昨天有发一个现实动态，很多人说你的左手的这个指头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你其实因为我从小时候断掉过超过7、8次了，所以它已经没有救了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歪的。对，就是，对啊，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理由，这真的是这样子。你一定有一段时间没有戴了，就是因为左手受伤了。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回应。你有人回应，但我没有回应。很多网友看到新闻之后都会说什么不相信爱情的，那当你自己，我觉得对啊，我觉得，希望大家可以。多爱惜自己，好不好？然后，我觉得我跟 Dizzy 的事情，我们自己会去面对。然后我们就像我刚讲的，我还是真的最后一次了。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宣布的话，我们自己会宣布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的女儿还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一个人谢谢大家的关心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跟这些 resource， 那我刚刚讲的我该讲的我都说了，很多人都在说这儿，
所以 Verb 找我代言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 great， 然后这个机会非常好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很爱运动，很爱体育，很爱健身，那我觉得我们 you know very much alike， 然后我们大家都很任性，那我觉得他们的设计，然后他们用的材质，还有他们的 cutting， 我觉得都很适合我，然后再来是我真的是很会流汗，所以我穿上他们的衣服的时候，不管是哪一个系列，但我自己是最喜欢 Pepperlite。然后我发现，哎，排汗，然后再来他们的 cutting 很好，然后我在做不同的一些 exercise， 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，它的 fabric， 它的 material 非常 stretchy， 所以一直到跟他们合作了，然后 even 去做一些 training， 我还用他们的很知名的一个健身教练叫 Eric， 也是一个健美选手，然后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这三个月。其实有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有增重，我那时候差不多76公斤，我们的目标本来是82，但是因为中间我有一点点就是肩膀两边都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去照 MRI， 然后我前几天还去拔罐，因为就是真的颈椎跟肩膀这边有时候很不舒服，然后再来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潜水，我们都是40几米的，所以。就是很累，但是我去拍 Verb 广告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80公斤，然后我也是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到80公斤了，所以我觉得自己那时候的身材变得比较厚一点，然后更 man，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广告。